啊，真香！哎呀，齐贤，你怎么又抢弟弟吃？你是姐姐，你让着弟弟，知道吗？不给不给。你快把我枪枪买那个法宝拿过来。你这东西这么多，到底用哪个呀？看你都不关心我，这个花西子大油皮香粉和蜜粉，这么热的天，当然又有空抢个蜜粉啦。你看，哇哦，不错呀。哇，这个好神奇呀，像烟一样。这么细的粉，上脸油光一下子就不见了。好滑呀，坦心，而且你都漂亮了好多。姐，去把你包拿过来。叔，你看你包里我给你买了什么？我没有不喜欢你，看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棒棒糖，只是你作为姐姐以后不能带回去。